老铁都看看了啊，八二年鸡头，老大，啃油的真香，雷霆嘎巴就这么喝。那是一个香，到饭点了啊，八二年大鸡头啊，得劲儿。必须爆个头啊！太饿。热。没有三分钟秒。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自己解决吧。没事，替我放心了。走吧。太热不行。我妈烫死我啊你！真的。这媳妇是他妈是亲的吗？雷霆嘎巴，就是风格。这一个碗成六两，那是一个得货。老铁，八二年大鱼头，听说这回要捞三千五千斤，这个鱼挺大，五百块钱。你整三百二百三百块钱买一碗那个呢？人家咱说不敢包着馅儿呢，也能包，看人家咱说买了对吧？我说看也是分嘛关系。大海，你太不明白啥叫冒险。这个鱼六斤半，人没走对呀。我说话你问他一次，啥叫冒险？大海，明天比如说送礼，大海，我直接给你送，送不了。我明天马俊，马请马俊吃饭喝酒，跟马俊上了厕所，撒泡尿，回来马俊说，我不去，塞等会，马俊塞等会，没事。你知道这回我得行吧？这啊，二哥说。那个办的时候呢，最后给你钱，你说他那个摆那东西，那是事儿。他不懂，他也托人嘛，就那意思。你给钱他不得接？没接，就是以后找别人接，你说你自个送去吧，人家说好意思走，最后也没给你，他给你钱也没有。大海呀，我跟你说社会呀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这个多大我大哥我喝多。那人说，说你平话不可了，配上我这个奖，你听着。你那个嘛吧，你跟他常连着，人家孩子能上学，是吧？过年过节是吧？那叫一个美。这是不是俺那个？不是他，这楼他就完了。时候你就记住，班主任吧，必须得给你。老铁，到饭点了啊！饿，大油大子，大鸡头，八二年的，贝瑞雷的，真香。就一口，先干为敬，必须爆个头。这小鸡头给你吃的没毛病，那叫一个香。不，我听见老板儿了，后来八二年鸡头，人家不是是不是他家房子？雷霆嘎巴，我北边住。给他开个什么破车呢？嘛呢？奇瑞那个嘛三那玩意儿，现在是嘛弄个奔驰，是白色的奔驰是。哎，雷霆嘎巴老大，一系的是嘛吧？应该是一系的，那不是三百啊，就是一八零这一块二百。我说那女的刚能喝的，不是她怎么着火就火那嘛的，她原来那什么？那叫一个地道，就喝这玩意儿喝的。老铁到饭点了啊，八二年鸡头大不大？雷他。真香，雷霆嘎巴，来一口雷的，爆个头，那叫一个香。